15个局处，那以10大面向有包括我们青年产业、关怀学习、景观健康、环保治安、防灾跟美学哦为主题。我们将在11月13号在我们西湖糖厂来举办我们的社区营造的一个博览会。那现场会有70个摊位以上，然后以具有互动性还有趣味性来呈现我们过去这一年彰化社造的一个丰硕成果哈。那我们呢社造的博览会，除了我们有摊位的一个展览成果之外，我们有规划表演、市集，还有闯关、DIY 跟摸彩等多元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当天呢，我们特别促销彰化县内的轻旅行哦，那生态旅游以及我们社区深度之旅。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彰化鹿港之外，这一次呢又开发出8大旅游的一个摊位。那刚刚我们的这个淑林执行长带领的团队也是其中的一条路线哦。那也结合了我们的社区，推出了由北彰、中彰延续到南彰的8大主题跨域的一个游程，那包含了社区产业生态，还有乡村的一个风光古厝，还有 DIY 来串联我们县内社区的一个景点跟亮点，也邀请我们的这个乡亲哦，那民众一起来体验在地，探索我们的旅游，那深入在地特色旅游哈，那民众只要当天到我们的这个摊位使用5倍券或者现金哈，那只要购买500元，我们就先送一个凉感的一个这个凉感巾一条，还可以参加现场就有一个摸彩哦。那摸彩大奖是43寸的液晶这个电视、烤箱、滑板车等等。那除此之外的话，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振兴券的一个这个200块以上的摸彩哦。所以可以说奖品多多，欢迎大家一起。